盖子，谢谢刚刚收走。你把它用成泥，等一下再下去炒，这样子就会。因为它的刺都是中间刺啊，所以你还蛮好找的。越大只刺越少。哦，所以那煮饭也要这样掏啊？不用，煮饭不用，煮饭就切对半，然后把它放在那个。对，可是都要挑刺啊。我还在那边挑刺嘞，没关系，先放着，不用盖子。那我们豆浆好，真的骨肉分离。你看这刺就在这里了。我家谁看很贵？刚才面试，你要进来的不是他金龙啊，啊黑他金他板啊，他这些都是新疆的，新疆的。因为这个字要变成鱼泥这样子，所以我就用这样的方法。那鱼皮要怎么办？鱼皮可以煎一煎啊，等一下可以用不粘锅煎一煎，就也可以吃。哇，我第一次看到把鱼这样弄，还好今天应该分量够，换了那么多，那么多都没有说要带谁，没错啊，我们还放，我还好，大厨都出来了，没有，以后我们在那个上面不要写到，要写一下，对啊，这样好恐怖、哦。不过好感在今天你够加到出来，再温到底够加嘞。哎呀，赞助一下嘞，举起来赞助一只鱼，对啊，那个没。只做个坑个哦，吹的啦。就感觉还用 wasabi 哦。哎呀，那这个真好。对，哎，我好这颜色呀，他们自己种的。拍一下，自己种的才有紫色。没有这种颜色的，自己种会有紫色。外面都只有绿色。在上面紫吗？对，船上灯笼比较少。它就蛮紫色，这种这种颜色嘛，它比较少。那可以做改颜色也变这么哎。买给他们清洁吧，清洁好，它比较少，加一些酱油，然后再来用蛋。这些等一下用来煎，这样子就可以，鱼皮就可以剪一剪就可以吃。跟蛋白质，对啊，那你鱼肉要干嘛？煎干之后，等一下做那个蚂蚁上树，哎。蚂蚁上树用鱼，用鱼对，没有，之前外面都用猪肉，我们用鱼，用猪肉，我们用鱼。这个火呢，没有了吗？因为我们有烟哦。哎，这没火了呢。